我们今天要做一些肩颈放松的动作。首先，第一个动作是三角式。三角式的时候呢，以右脚为例，右脚的脚跟对着左脚的足弓，把脚打开来，与肩同宽，髋部朝前，双手侧平举，然后吸气往下之后呢，手着地，左手向上看，然后做呼吸调整，吐气的时候回来。